俺。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 Hello 皆さん，欢迎来到 Rico 生活频道，我是 Rico。 今天要做的就是海贼王里的香吉士海鲜炒饭。首先我们要把章鱼的触手切块，这盘炒饭正是让阿金哭得泪流满面重新做人的炒饭。虽然阿金吃的时候鼻涕眼泪都快要滴到饭上的感觉，但我还是觉得很美味呢。章鱼切完后还要把透抽切块，然后生食级的花枝切成丁，还有最重要的蒜头绝对不能少，这会让炒饭有冲击性的香味。接着在锅中加入一点油，把章鱼、透抽、花枝、虾仁全部加进去，下嘎哒嘎哒嘎哒嘣嘣一下弄到半熟，就可以加入米饭咯。米饭不一定要隔夜饭，可以煮干一点，然后一定要放凉再加进去炒。稍微用锅铲把米饭戳散，然后加入一些奶油，可以让味道吃起来更温和。最后再撒一些海苔跟干贝粉就完成咯。盛盘的时候要把料放在最底下，然后再把饭装进去，是不是觉得透过荧幕都可以闻到香气了呢？最后再倒扣在盘子上，这一个样子就完成香吉士的海鲜炒饭咯。试吃时间，先从这个章鱼脚开始好了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哦，这就是 Mother of Nature 的味道，每一口都感受得到花枝丁的口感，就像跳跳糖一般在口中蹦跳的感觉。果然加了多种海鲜就会有这么丰富的味道，这也难怪阿金会泪流满面的吃这盘炒饭了呢。香吉士这家伙色归色，果然还是很会煮的嘛。那最后我就给这盘炒饭一个字，海。这就是融合了大海的精髓嘛，加一些胡椒味道好像更棒了呢。